Hello，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间是电梯两房社区的名称叫做一间一间两间的那个一间那屋龄很新，屋龄只有一年，总楼层只有六层，一层只有两户，所以非常的单纯。那目前暂定的管理费一平是50元也是非常的便宜。那这边的话是位于五峰路。那这边的话，它还五峰路有分上山跟没有上山，那这个是还没有上山的，它就在五峰国中对面的那个 Seven 巷子进来这里，所以相对的话蛮安静的。那走到区公所捷运站呢，等到行政园区那边开通之后，走行政街，大概5、6分钟就可以到了。那是低总价，那它这个社区全部都是挑高3.6米，那这间有带装潢，一个低总价。选择1300多万，然后买捷运10分钟内，然后全新的附装潢的，大家可以好好考虑。那这边是我们的客厅，开放式的厨房，那这个是用天然瓦斯不是用电的好，这是我们其中一间房间，这间房间后外面还有阳台。柜子都做好了，可以放双人床。边间所以它的这个厕所有对外窗。那它这边因为有挑高，有做夹层，那下面这边是一个储物的空间。这边是我们的夹层部分，可以放一个床垫，然后可以放衣服，很适合新婚或是小资族，因为总价1300多，又带装潢，买了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入住了。OK，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喽，我们下次见，拜拜。